充满喜气的正歌声中，戏子乡免费赠送春联活动正式展开。一透早，公所广场就挤满了来提春联的民众。公所除了准备1500份春联要送予乡民以外，也邀请10多位书法艺术家伫现场，依照民众所希望的字句来替印写春联。春联1500份送给所有的乡民。另外，我们还有 DIY 的园区，请了相当16位的论笔老师，能够让我们乡民喜爱所有的字体跟字画，让大家有一个幸福的日子，然后过一个好年。除了有免费春联通摕，会场上嘛安排真侪 DIY 活动，包括有扮演年画，也有各种年节使用小物品，吸引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参加。放在哪个地方就会事事如意。会做吗？有一点不会。有学会了吗？现在学会有一点。有一点。这个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要来提门帘，啊，搁来做者，做者 DIY， 真好耍啦，真趣味安尼啊，系啊。好，囡仔学这，你感觉？真好。为虾米？可以学一挂物件安尼，真好啊。为着鼓励乡民养成读册好习惯，溪底乡图书馆嘛配合举办办借册证，也是借十本册，对当得到一张游乐区的优待门票。不但吸引大批乡民前来，就连临近玻璃镇，也有真侪民众走来溪底乡借册，和工作人员无应该用要无时间好喘气。我专工来办图书证。对，这拢东西，今仔日的。书借出去的量。哦，量一个人都十本。先写名字。对，然后十本。十本。要写他的名字吗？对，用的两台币的。哦，一点较侪喏。价差几块？哇。如果我再去到这边也无用。办借册证也是借册民众，伫柜台前排规列，每一个人手中拢是厚厚一沓。图书馆的册架面顶嘛出现真侪空位，可见游乐区邮袋票的吸引力有偌大。十本，为什么要借十本？因为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有九折的票。其实平常就有来借了，然后想说今天来凑热闹。嗯。顺便可以拿邮袋票。对对，小朋友来讲是重点。在借书方面，图书馆的量是一天的5倍，那在借书证的方面是一个月的量。免费春联甲游乐区邮袋票的吸引力，和这场新春节庆活动是闹热滚滚。规个早起，溪底乡公所广场甲图书馆拢是满满的人潮，大家伫这度过一个充满年味甲气香的礼拜假期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